しおいしいデカディエッキや这点我是你都没了吗我会骗你吗我真的一手五百斤两手一千斤你用这金色给我金起来这是越大越来越色越暗我的手就要去吹倒你了你怎知道阿姨你给我套一下你给我挂口罩不要插我哼这插阿姨啊是阿姨啊你奶奶我就不跟你好啊啥拿了把我关起来啊！哎呦，我那个手真厉害！我跟你讲，我叫你把你穿进车槽，我买吃。为什么不买吃？你看我叫你走去去中远的所在，把你买呢？你想爱吃会胖哦？我买吃。来，你给我扛诶！真无来吗？哎呦，小小爷，要吃物件的话，你袂习惯呢？你看你遐尼细只个，你无想要像你阿？安啦，我话诶，无啦，小小爷，你即马还是囡仔尔呢？我囡仔伫啊，你大人啊咧，你则是诶。哎呦，迄阿姨啊无同款啊！哎呦，啊你真正无要吃？我无爱吃，我无爱吃，我无爱吃。啊，无要安怎？你还要吃啦？我无爱吃。你真正是真正无好。你看，今日只只我四只脚，只我四只脚，你乖啊！小小呀，啊你未讲你无要食，啊你即摆爱食啥？我无食。啊无你嘴咧补的是啥？我无食。啊我看你的是啥？这是我牙膏啊。哦，安尼是哦。小小呀，你哦乖乖食物件，啊你啊心情真正无好。啊无，阿姨。乖乖，你莫甲我手套开，我拢爱食。一定要套开，你也要吃哦。啊，无要吃。好嘞，来甲你套开一个啊。小小呀，你紧吃啦。我要吃。你咪讲我套开，你就要吃啊？你若无吃物件，我会好无力咩呢？我甲你讲，我即卖心情无好，我就吃不落。心情无好，啊，无要安怎？你心情歹好。我要去外面的所在佚佗，我的心情才会好，我才食会落。我要去迄个阮皇宫啊，一个皇钓鱼啊。你想要去一个皇钓鱼啊？对啊，好，我来讲，你若无我去嘛麻烦，我得一直腰一直腰，我即摆啊四十六公斤，我若搁腰腰腰腰，腰我出三十九公斤的时阵，我哪点得受气呢？哈？我每天都会哄牌呢。好啦，小小爷，我带你去外面的所在，有一个人钓鱼啊，但是你要听我的话。啊，你去看物件，啊，你先吃饭。你先去看。我好啦。你来等等我嘞。去啦。好啦。你做阿个公安，你白痴就要出门啊！我跟你讲，嘿哦，唔是，你讲物件，小小爷，好啦，阿物件嘛，跟你穿好安尼。好啊，干，好，准备来去呀！
啊有上重要的物件，啊小小爷，哎呦，所在嘛已经到啊呢，啊想讲哦，你哦就应该乖乖听我的话，你也袂使乌白走，你知无？来，今天你到啊，来去钓鱼。小小爷，你小心呢。是查某囝，是是嫁予阮行公啊！我才叫你阿祖对不对？啊，不过恁查某囝是嫁予阮行公啊做细姨，啊，所以我叫你细姨阿祖。哈哈，是安尼分的吗？阿祖有几号个啊？细姨啊一号，细姨啊二号。嗯，好啦好啦，啊，你这个囡仔就这么聪明，有法度分得这么清楚。大人无想要甲囡仔来伫咧计较，好人真忙啊！现在我即将要赶紧上天雕噶，闪开路去。小曼，细伢子，哎呀，叫我真歹听咧。为什么你出门在大儿扫家？啊，这代表就是我的威风啊！哦，你威风。对哦。知影我拄则伫咧金水伫咧钓鱼啊。哦。连我的鱼仔都吃到啊！我都要钓起来啊呢！啊，安怎？啊，然后吼，恁的大锣扫到砰砰砰，我鱼仔都走起来咧！哎呀，真忙啊！你知影？
这种话如何讲？若是当了到底，任何百姓听着，拢爱闪开路着。呀，这个所在要上天雕噶，当然来对这啊经过。你钓鱼啊，唔着爱去外口钓，你来当做这金嘴鱼。王冠，你来陪我。哦，好啦好啦。妈妈，我今天你帮你过。哦，我陪你。三棍三棍多少钱吗？五。来，再几陪你。爸爸。那我今天这里讲，我爱鱼呀，不是钱。你爱鱼呀？嗯，可以可以。三棍，这几天出风城路，再去买鱼呀，到等来。哎呀，你去外口买鱼呀，迄拢死去呀，我无爱。我要爱的是金水池内底迄只鱼。小丫头，你甲看，迄鱼啊，在底下咻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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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诶扑诶咻诶咻诶咻诶，其中一只就是五拍尾。哦，有看到吗？头壳金色诶，迄只五拍尾诶，一定爱迄只你啦。我一定要迄只。好，来，到金水池去点一只五拍尾。哪里？臭瓜瓜吼，细伢子。哎，阿奴啊！你今仔日伫阮皇宫啊，拢叫人伫咧请呢。是啊，去请就好啊。你三军下家，咱对你的身躯比咱无咧洗身躯，三个月洗一遍，迄个你今仔日鱼啊死去要安怎？你真正无咧洗身躯哦？无啦，我四个月洗一遍身躯。以后若要对分割出来，逐天爱洗。是。真猛啊！阿你变安怎？哇，是牙膏。哦。哦，你有够香的呢。当然咯，我这每一天，我这干好，拢爱经过制作处理。哦，阿你大家拢无要细心哦。哎呀，这是爱讲笑，当然咯。啊，那阿咧，细伢子，大家拢有洗身躯，那阿咧哦，你共只衫裤脱唔脱落去啊？你别去搞了，只只无怕买的金项链。我关灯，我唔含在床下。你脱起来啊！你落去滴啊！对嘛，阿无咧落去水底。哎呀，手啊贵个咧，放头胆去，是要安怎去调价？等一下，我恁老想哪唔对呢？你大大身位哦，各种个身份，是啦。你哦要金水池，要个好鱼啊，啊关灯放炮，烫到规身躯啊光溜溜，啊穿一件细卡裤，啊外面哦，迄个官长个个对车经过，你颜面自信，一条工哦，你甲你变高人，你要甲你收皮个啦。搞咩官水啊？搞咩官水啊？我怪无面数，你也无面数啦。真忙啊！也你拄只所讲的遐话，你爱我出去关灯放炮，如今最弟弟啊，伊也起来唬你。对啊，你讲我伊个脚踏当然嘛是你阿弟啊。今日真正真傲娇出人，你这个囡仔真欢喜啊！啊，你咪讲我皇宫啊嘛，足欢的就对啊。我是讲你。再来咯，阿伯，你唔叫我对你出下手，你这个囡仔讲，这回老不敌伯嘞，你真叫别安尼，你得呸！师兄呀，小心摔你呀，师兄呀，小心呐！你该死啊，够重啊！师兄呀，师兄呀！
你有看到看到那个妖怪吗？啊，来，就是这样。妈，这是没命啊，你。有吗？对啊，你看到这样死死活活的，你啊，你还打掉他。是啊。我在后生的时候，我同学们都会偷我尿尿，我也不然啊。啊，这么来讲，你那个假的啦。是哦。我代志，回来，别当跟我母亲讲哦。好啦好啦，啊，近期我有事，跟你关闭去房间。对啊，你若够讲出去的话啦，我若不舍头，你也不舍尾。没啦，小小爷，啊，今日如此，时间不早。